安怎样？我看你安尼油头革面，心思重重，我搁听到你伫咧后悔完呢。你是安怎？我倒位搁做无好，还是搁甲你惹麻烦，互你心情无好啊？你可知，在这下老熊官宦地势，一只是油，一只铁铁，烦恼的是官宦对方兵勇上强，一官千里，上至少有九万兵马。哈，对方的兵马这么啊多哦？莫怪，莫怪你会这么啊忧愁。安尼，敢有啥物可能办法会当解决？或者是讲，若无援兵，免好咱对交军。三弟现在往前一手，虽然会当斗三工，也唔过凶多吉少，我看冒险也唔敢。这段时间你尽量卖多添麻烦。袂啦，我嘛是做好个啦。我知你咧烦恼啊，免哪有可能阁会甲你了问题。我内中研究兵书建设，会其实卖差我。哈，你唔是要啉迄爽啊？我若看阮翁哦，这个面相若出来，我都会足惊的呢。伊毋捌安尼死过，要安怎？为着这战争之事，看伊安尼心情闷闷不乐。袂当，我做伊现内助呢，我一定要给伊斗想看有啥物款的计策，会当来处理。到底是要为？